康邦哇，大家好啊！Lily 咧今晚就教大家一个简单嘅日韩妆啦，咁啊只需几分钟啦，咁啊睇我咧，我中意化妆之前咧喷少少，呢个系樱花香水，一喷少少香水咧，觉得成个妆容都好，即系成个妆容都觉得好香啦。我而家素顏啦，咁啊，啲搽啲 cream 先。这个妆容就是日韩妆，同埋咧几分钟，我啲只需要好简单嘅化妆品啦。防曬加濕粉底，我是喜歡習慣用手的，咁啊隨你自己喜歡啦，有啲用棉撲啊，都是搽均勻啦，因為我覺得用手咧會搽比較觸摸到肌膚咧就均勻啲啦。咁我哋成面咧就搽匀佢啦，但系又唔好搽得太过厚啊，薄薄一层得噶啦。咁你按你自己嘅，我呢个系自然色嘅，按你自己嘅肤色啦。咁有啲系比较美白啦，我系呢个系，我觉得自己用自然色比较适合自己啦。眼窝啊 ，OK， 颈部都擦完啦，好啦，跟住我呢个即系跟住就铺粉，食碎粉啦。又是薄薄少少 OK 的了，我现在呢因为我为什么喜欢喷香水呢，一喷了香水整个人很精神，那么你化起妆容来呢觉得那个妆呢都很香咯。好啦跟着我们呢畫眉啦，咁我可以，我今日攞木眉筆啦，我哋都可以，總之係你用你中意噶啦。我覺得我今日想落木眉筆，因為我個眉咧，我想佢今日咧唔好咁粗。眉眉翹啲啦。我哋呢度可以都好啦，我今日咧咁啊，而家啦呢个胭脂啦，我系粉色嘅，呢个系粉色嘅胭脂。
咁我哋可以咧向上面掃啊，咁啊周圍都掃少少都冇所謂嘅。好啦，咁啊再加啲橙色嘅，咁我啲眼咧我又唔攞其他啦，嗱個眼嗰度都掃啲眼窩，咁啊睇起嚟比較和諧啲。这个呢就打鼻嗰个暗，即系个鼻影啦，少少就得噶啦，好简单嘅。咁啊呢度咧，少少啦。最后就搽唇彩了，首先搽一阵很浅色的唇彩先，因为我喜欢搽唇彩，不喜欢唇膏，我觉得唇彩呢看起来比较会水润一点，丰盈一点咯。这个日韩妆就完成了，靓不靓呢？